夫人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那个你经常梦到的与阿兰极其相似的人是谁？他究竟是谁？为什么我一直会想到他？夫人您别激动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他叫牡丹，曾是青楼的头牌。所以面对这样的夫人，你还愿意继续留下来吗？我做的决定无人能替我更改，我也不会后悔的。我真的信错他了吗？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为什么还会犹豫？不，既然说了要留下来，就不要后悔。我一定要相信夫人。怎么了，牡丹？对不起，夫人，你喝酒了，怎么醉成这个样子啊？我没有喝酒，都喝这么多了，还说没喝酒？走，我扶你回房间。不行不行，我还想再喝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先回房间好不好？走，走，陪我拿酒去。夫人小心。这是我的藏酒，你千万不可以告诉别人，尤其是无人爱。他好酒，若是让他知道了，我拿你试问。请夫人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他知道的，否则我提头来见。快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呸呸呸，这些酒我藏了几十年了，每年我都会用最好的青梅配上最好的酒，都是我亲自酿的，而这一罐就是最沉的那一罐。这么好的红夫人，即使他在外面被人说得再不堪，他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我敬重的人，他在我这儿永远都是我的家人。无人爱说的没错，他无论做什么他都是他，无人能够替代。阿兰，陪我喝酒好吗？好，尝尝。好喝，真好喝。夫人，说不年不节的，你怎么想起喝酒来了？因为心情不错。心情不错？那是跟我有关的事情吗？之前碰到你的欲望之花，让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我记忆的事情，一些我一直在寻找却又一直找不到的事情。
是关于你的记忆吗？直到刚才，我终于知道。他真是太好了，虽然不知道是好的记忆还是坏的记忆，但既然是夫人你一直在寻找的，那既然找到了，那就太好了，恭喜夫人。你想听故事吗？不管是好的记忆还是坏的记忆，但既然是夫人你一直在寻找的，那既然找到了，那就太好了，恭喜夫人。你想听故事吗？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曾是青楼里的歌舞伎，而牡丹则是青楼里的头牌，他的每一次登台都会迎来万千的掌声和叫好，不少的宾客都会为他慕名而来。楼里的人每天都要练习歌舞，但我并不擅长这些，所以呢，我就经常被老鸨责罚打骂。你起来，没用的东西，这点舞曲都练不好，以后怎么取悦客人？让妈妈操心了，我来教他便是。别害怕，以后我来教你。那你好好的教，教不好非你是问。而那个时候，唯有牡丹，她护着我，待我如同她的亲妹妹一样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城外的孙员外看上了我，想要纳我去做他的小妾。牡丹为了保护我，自己替我嫁了过去。美人啊，跟我回家如何？我会好好的待你的。孙员外，我家妹妹不太懂事儿，若您着急纳妾的话，哼。哦，牡丹姑娘要嫁，我岂敢不娶？好久，心情好啊。老鸨因此讹了孙员外一大笔银子，出嫁的当天，笑得别提有多花枝乱颤。牡丹出嫁以后，我又过上了每日挨打的日子，但是我并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好好的活下去，牡丹就会放心。你起来，别以为牡丹走了你就不用练武了，现在这楼里可没有人护着你了，给老娘好好练，练不好就别想吃饭。虽然我过得不尽人意，但我日日都在为他祈福，我希望他一切顺遂，平安开心。可是就在不久，我却收到了一条消息，牡丹他竟然自刎了。听说了吗？咱之前那个花魁牡丹嫁去孙员外家那个，前几日闹着要自刎呢，还不是富贵人家不把小妾的命当命呗。那孙员外是出了名的坏脾气，牡丹姑娘被他逼得要自刎，虽然说最后是救了回来，
但那孙员外对牡丹姑娘却是没了半分怜悯，直接把人家关进了柴房，日日就丢些像什么发了霉的剩饭剩菜。别说我们受不了了，牡丹姑娘多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，哪受得了这种事儿？我听说呀，收进了牡丹姑娘已经疯了，真是可怜的，真是可怜。这个孙员外简直太不是个东西了，简直就是猪狗不如，禽兽不如。不够，再来四个字，狼心狗肺。专横跋扈，无耻至极，禽兽不如，无耻至极，无耻至极，无耻，无耻。夫人，那后来呢？哎，你把这脏东西带回来做什么？带出去，带出去，别惊扰到我的贵客。张妈妈，看在往日牡丹为你挣了那么多银票的份上，帮帮她吧，求求你帮帮她。没事，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们把药喝了，很快就能好了，好吗？对不起，不要打我。没事，这里很安全，牡丹这里很安全，你不要害怕。好，我们不吃药了，你睡一会儿，好不好？你是谁？你不必知道我是谁，但我有办法让你的牡丹清醒过来。真的吗？可是好多大夫都说他医不好。凡人俗子自然是医不好这病，但我并非凡人，我不仅能让他恢复神智，我还能让他过完幸福的这一生。仙子，若你真的能让牡丹清醒过来，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若仙子不信，我现在便能跟你发誓。我不需要你的发誓，我只想确认一件事，你愿意用你自己交换？我自己？嗯，我愿意。好。谁借我烛火感知人间的温度，点来一桌酒饮尽陈年的酸楚，谁借我目光揪出仙珠住哪儿真是个孩子。谁借我烛火？